四师傅的球真大。球。就一招打败我。这是100亿，你下山饿吧。二师傅，你好香啊！我不用回头就知道是你。不愧是从小跟我睡到大，师傅身上的味道都这种香。山下300,000雇佣兵都是你。你们今天是铁心的要撵我下山的。北海娱乐集团百万娱乐城，千万交易，只要你下山，就都是你。别躲了，四师傅，我知道你没说话。都是吗？准备了什么？坐罗刀，无价之宝，可斩万物，保你下山无忧。真没劲。月子刀，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教你。还有这婚约，明日就是要履约的时候。我都跟你们说了，我不想下山。何况师姐们都说了，山下一点都不好玩。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你，你的命快要到期了。我的命明天到期？只有和婚约上的女子成婚，才能救你的命。我们五个发现，只有她可以改变你的命，所以就跟她的家人签订了婚约，并且已经把你培养成全北海最强的男人，好让人家姑娘看到你最强的样子。你倒好，命都快没了，还不死？好了，既然你们这么怕我死，那我就勉为其难下山了。哎，五十万，是不是我那五个师姐也在山下等我呢？你别胡来，师姐是师姐，婚约是婚约，好命要紧。知道了，我会跟这个女人完婚的。不过可惜啊，她要被我祸害喽。是福是祸，只有相遇了才知道。而且这次下山，有一件事需要你搞清楚。什么事儿？当年你的父母是被妖人所害。妖人？这件事大师姐已经在查了，但你完婚之后去修罗门找大师姐，她自会协助你调查真相。OK。你个土包，竟敢跑到我们林家来撒野！哼，还想娶青虫？那我撒泼来证证你自己，你配吗？你也不想娶，没办法，迫不得已嘛。小子。我们让你这种人渣踏进我们的林家，就是对我们林家的耻辱，还想娶我妹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不打断你的手脚，老子就不姓李。要不你试试？来人！我看你就是牛家派来捣乱的吧？牛家？我还娘家呢、啊！油嘴滑舌，给我除了他的嘴！你还敢还手是吧？啊！住手！不准对叶大人无礼！叶大人，老爷子生前定下的婚约，你怎么敢违约呢？可是爸，我妹妹可是北海第一大美女，嫁给这种渣渣，咱们林家以后的颜面我哪保呀？渣渣，你们俩知道他谁吗？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牛家少爷亲自找上门来了。哎呦，儿子，弟弟，牛阿东，你不能好死！还是林夫人识相，这林家最强的林兵都被我收走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牛总，您为什么又为难我们林家呀？林家多，这就要问你的好夫人了。一个月前，她答应把青竹许配给我。这都一个月过去了，也没见他把你们宝贝女儿送到我的床上来，我当然要过来讨个说法了。什么？把青竹许配给你？我不答应。啊，原来是你这个老不死的在背后搞鬼。上啊！哎，两条路，教人，要么我就打断你的腿，让你跪着看我把你女儿扒光了。住手！哎呀，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？我是青竹的未婚夫。你未婚夫？
你这个穷酸的样子，这林家主眼就是再瞎，也不会让青竹跟了你这种窝囊废。婚约在此，我也奉陪你。像破婚约而已，林家主，你不会因为一张破纸就让青竹被这种穷鬼拱吧？就算他是穷鬼，他也是青竹的未婚夫，我更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你。那我就把你们一起收拾了，给我绑了。什么人？敢到我林家来放肆！自己送上门来了，快快快，给我扒光了，拖走！快！哟，脾气还挺大，那就扒光了，绑上拖走啊！快！哟，这，我自己来。你打错人了！我管你是谁，敢惹我们林家，我不是好死！我是你老公。老公？你放屁！哎，那第一天就家暴，你这样不好吧？我跟你们拼了啊！哎，谢谢老婆。哎，你打我干嘛？谁是你老婆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这男人是谁？他是你的未婚夫。未婚夫？你没开玩笑吧？我不同意，青竹绝对不能嫁给那个来路不明、没钱没势的穷小子。那也不能送到牛家去啊！哼，青竹，刚才他的身手你也看到了。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呀、啊，你让我跟他成吗？我聊一聊不就认识了吗？你从哪冒出来的？山上。山上？你别跟我故弄玄虚了。我师父王彦大师师从绝世武王。我就是被王彦那五个师傅给逼下山来的。你瞎！绝世武王武功盖世。还是各界的精英，绝对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瓜葛。倒是没有多少瓜葛，我手下败将而已。别以为你会了三脚猫的功夫，就敢在我面前装蒜。慢着，这牛家主来消息了。哟，林家打伤了牛少爷，让青竹跪在牛家门口谢罪，要不然就派人让林家在北海市人间蒸发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办呀？不管是老了。我们林家不是牛家的对手，我去趟牛家。来，要不把婚成了，你再去。叶萧，就是你，庆祝还没有回来，你就得罪了牛家。这个穷鬼，他就会打打杀杀，给咱们林家惹是非，还我们庆祝什么幸福呀？你，哎。老公，把这穷小子送回娘家，让他以死谢罪。哎，可以，就按你说的做，牛家我去。啊？但是如果我要是活着回来，就得履行婚约。青竹，哎呀，真是的呀，青竹就是我的女人。好。少爷要的是个女人，怎么来了个爷们儿？谁允许你这条看门狗这么成活了吗？妈的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敢往前踏出一步，我就让你爬着出去。今天你这三脚猫功夫，还想伤我一根好不好？我们可能不行，但修罗门的人正在里面跟家主谈合作，不想死的话。就赶紧回去把林家那女人扒光了送过来。修罗门难道是他去捡的人？修罗门可是我北海第一宗门，多跺脚全城的势力都得抖三抖，你小子得得起吗？修罗门，哎，大哥，你看我已经闯到牛家了，你这样你帮我押进去带我去谢罪好不好？果然知道怕了吧。是啊是啊，带走。牛家主，听说夫人不在后，您一直没有再婚。是啊。为何呀？这不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吗？
那你觉得牛家和修罗门强强联合效果如何呀？不敢，不敢。你可是修罗门高层，我可不敢妄想呀。算你有点自知之明了。牛家跟修罗门的合作呀，还是可以进行下去的。当然，当然。我儿子牛阿东现在可是北海市最能打的，他赌黑，我赌白。那怎么听说你儿子趴下去？他是被人陷害，他受伤的。真正的对决，我相信北海市不可能有我的对手。你儿子办这个事，我受得起。第二个家主，但就是这个人伤了少爷，什么意思？就你这个菜鸡，伤了我儿子！嗨，你死个弱鸡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这条狗，连我一拳都守不住，怎么可能伤了我儿子？说吧，你耍什么阴招？我说了，有着。好啊，倔强些，有个性。那我今天砸你的手！干什么？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他。就是啊。说吧，连牛阿东都不是你的对手，这两个保镖更奈何不了你，为什么心甘情愿被绑进来啊？因为你刚好在这儿。放肆！你这猪狗不如的东西，竟敢跟修罗门高手油嘴滑舌！你也不撒姑娘找这个德行，你他妈配吗？来人，把刀拿来，我亲手宰了这没大没小孽种！慢着！什么意思？既然他这么不懂规矩，那就应该由我亲自来接的。什么是成年人的事？哎，三师姐，果然是你啊！你这个小色鬼，还没有看到我的脸就认出了。师姐，你这是有多想我呀？刚一见面就要对我下手？那还不想赶快见到你这个小师弟啊？天下那帮男人没有一个能满足得了我，所以啊，我一见到你，哎，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你知道的，我是带着婚约下山的，这样我能吗？为什么？好啊，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贱人，今天就你们死去！谁让你进来的？江小瑶，你他妈还跟我装呢！刚才还要摸你大腿，现在却往别人身上骑，还冒充修罗门高层，骚货！你知道你爸的是谁吗？他可是修罗门的门主，他要是修罗门宗主，老子就天王老子爹！你爸修罗门宗主，你知道这罪有多重吗？放屁！你再多说一句，老子当了你！当了他，那你知道他是谁？怎么？拿一条刚下山的狗吓我呀！他是我师弟，绝世武傲的正统关门弟子。那我就把你这狗男人活埋了，再去向绝世武傲求助。哦，先斩后奏啊！老头，你是不是忘了把你儿子打得满地找牙的人是谁？老子已经安排了三门死士，将你里边的血洗一空，哪怕你这些神仙也擦拭一空，给我上！今天让他们俩合葬在此地。家主不好了，外面来了一大帮修罗门的人。牛家主，你不会真的以为就只有我一个人来吧？放心，牛家要是有人敢动我们一根毫毛，牛家今晚就会被修罗门夷平。修罗门欺人太甚，今天这恶气我必须要除。爸，你怎么？爸，我活不想死，爸，我不想死。咱们现在赶紧求饶，求饶还来得及，咱们赶紧走。爸，你这个废物，怎么能这样子？
这恶气，别想出来！不不不！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这是修罗门的宗主，他是宗主啊！你说什么？他是修罗门宗主啊！这回他一声令下，就不光是他被牛家，就是整个教练社所有的豪门也在动物会危险灭的呀！爸，现在人都还来得及，快快啊！晚了，证明你们刚刚辱骂我和我师弟。 你们牛家别想活过今晚！住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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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让修罗门啊平了你们牛家。哦，谢谢大人，谢公公。这样行吧？当然。那我可以先回牛家。哎呀，不要嘛，一会儿去修罗门，我还有好多天天哈给你说呢。我会去的，但是我得先去一趟牛家。有了老婆，就不给我们这些师姐妹机会了。没有。哦，对了，你父母被害的事情，修罗门已经调查过了。结果呢？他们的死背后藏着一个很大的阴谋，但是因为北海太小了，修罗门掌握的信息也不多，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了其他的姐妹，应该很快就会有确切消息了。那个废物还没回来，老爸公司有点事儿。知道了。各位宾客，过两天呀就是我女儿青竹的生日了，找大家来呢就是呀青竹年纪也到了，我们呢就是想提前呀给她定一个合适的夫君，等到她生日那天呀对外宣布喜讯。孙夫人，听闻你女儿美貌过人，今天呀我特意叫我弟弟梁高一起来目睹青竹的风采。哎呀，能有二位兄弟的青睐，那是我们林家的福气啊。去把他带来。我知道你不愿意，但是想摆脱那条疯狗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但你也不能随便把我卖了呀。哎，青竹，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啊。我们梁氏集团在整个北海是市值最高的公司，你跟了我们，那可是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跟了你们俩？对呀，身为我们梁家的人，实际上就是奉侍我们俩，一人一天，一早一晚，我们呀不避嫌。这么恶心，妈，快把他们赶出去啊！他敢吗？我们梁家一天的收入就能砸死他，要不是看你美貌过人，我们能过这个老太婆的约？哎呀，有梁家两位兄弟的青睐，那是给我们林家长脸了，还不答应？既然孙夫人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你这个废物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小小尤家两三下的事儿。少在这儿口出狂言。两位梁少，就是这家伙非要缠着青竹不放，所以我们才想尽快完工。我们要把这小子趁早赶出去，让他有多远滚多远。刚才你说小小牛家怎么很大吗？哈，这一身地摊货，哎，有钱没有，饿不饿？哎，这是不是饿晕了，开始说梦话了？就是穷小子一个，虽然说你们林家不大，但是让青竹嫁给这玩意儿穿出去，岂不让大家笑话？你这个废物，拿着这个钱赶快滚，你在这儿给我丢人现眼。什么点儿，拉谁呢？说好的
只要我回来，青竹以后就是我们的女人。行，敬酒不吃吃罚就是吧 ，boss。敢和我们抢女人，今天呀，你就别想活着出去。梁豹，这可是传说中比牛阿东厉害万倍的人呀！梁少，千万不要让豹哥出手，这里是林家，只有让豹哥大打出手，让别人误以为我们冒犯了梁家。现在我就冒犯了。是他，你叫杀药吧，你们冲他来！我们林家的名声，你们什么声呀？都说了你们林家不过是蝼蚁，再说我们豹子想要杀谁？能找你们在这里指指点点吗？豹子，一会儿把这女人抢回去，咱们哥三个一起玩，好好爽一爽。李子孝，恭喜哥，好不老婆呀！豹子，你们不要手下留情呀！小猫，胆儿也太肥了吧！哎，豹子，这女的到底是谁呀、啊？你怎么跟她对上？小猫，给我抽烂他俩的嘴！哎，梁豹，她到底是谁？修罗门宗主，梁豹是我的父人，要不是看在他卖命多年的份上，我能允许你们梁家活到今天？原来您是，张大人，是我们无知，是我们无礼，我们错了，你把我们当条狗给放了吧。你们贵错人。师弟，作为惩罚，我们要不要把他们的手剁了呀？你们两个刚才说我什么来着？不，我们是群小子。我们是窝囊废，我们是三家犬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们吧。滚，别让我在北海市看见你。你老婆呀？正是。我看她娘家人的素质也不高嘛。你说什么呢？宗主大人，我们有眼无珠，婚约我们一定会履行的，一定好好对待你。我巴不得你们对他不好，这样子呀，小师弟就是我的盘中餐了。哎呀，师姐，哎，老婆，干嘛呀？你老婆着急洞房，记得用点力，别给我们师门丢脸。咋这么突然呢？我一会儿是主动一点呢，还是被动一点呢？I'm flying, I'm flying now.你这么着急拉我进来，不会真的是？你这么着急拉我进来，不会真的是？之前是我错怪你了，能击退牛家，搞定梁家，而且还认识修罗门的人。宗主，我师姐是他们的宗主。讨厌。人家知道吗？嗯。所以，我就替我家人向你道歉了。嗨，道歉就能活？那补偿总得要吧？补偿？你轻点。那不用手，用嘴。嘴？我口红是有毒！老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停，我们不是夫妻吗？怎么？你不想要？
你谋杀亲夫啊！青竹，你为什么？你来路不明，还把各大豪族跟门派引入我林家，导致我林家各个心神不宁，终日惶恐，甚至受尽他人的无辜的，我必须以绝后患。我只想，不要再狡辩了，你就是不安定的因素。你要是不死，我们林家必然。糟了，他没经验，毒素配比浓度过高，被自己吸进去太多，体内毒素也过量了。靠点穴只能抑制毒素深度侵入，保住性命，但昏迷是免不了的。来，吻我。阿师姐，你怎么来的这么快？你给我发信息说你下山了，我就立马赶过来了。还好你来得及时。我已经封印了他的命门，他没有生命危险了。哎，二师姐，你这是干嘛？我这么着急来找你是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？我这么着急来找你是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啊？为了你妹妹的病。我虽然现在富可敌国，但是有再多的钱也治不好我妹妹的病。在蒙古，只有你可以。师姐，你等会儿，等我忙完，下周，下周我一定去看你。师弟，我总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口头感谢你有点太没有诚意了。这样吧，我把我的身子给你，你就拿去吧。师姐，我刚中完毒。我想拿我也拿不了呀。没关系，你不用动，我动就行了。哎，把我身上的气息传给你，你也好保护身子啊。啊，不是，这我自己吗？哎呀，师姐，师弟，师姐，以后有的是机会感谢。你也应该知道我最终为什么同意下山。你应该是知道的，我最终为什么会同意下山？我知道。调查二十年前你父母去世的消息，我已经有了名。马家，地址就在这张纸上。马家，我明天就找他们去。我父母说了，只要你肯救活我妹妹，我从此就跟了你。这块玉石价值连城，足以抵上三个北海市的财，就当我的教训。师姐。在林家说这个就不合适了，你知道的，林青竹已经成功了。可是他是想害死你，作为师姐，我必须保证师弟你的安全。这中间啊，肯定有什么误会，他这是属于一时冲动。那你就别怪我冲动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师姐，哎，你这是在林家？你居然没死，这个女人，还想让我做你老婆？你身边根本不缺女人。你还想让我做你老婆？你身边根本不缺女人吧？不是你清楚啊，他不是你。什么？梁家人又找上门了？梁少，我们家现在真拿不出这么多钱啊！爸，林峰。欠我们家的五千万什么时候还呀？再给我一个月，就一个月，我一定还。好吧。可是我刚才已经问过你爸了，我们家现在连三千万都凑不到，还过一个月了，我看你们再哪再弄两千万。哎，梁少，您再等等，我们已经在想办法了。是什么想办法？想办法？那我就这么告诉你吧，
我借你们的钱是从农国商会融来的，你们欠了这么久都没有还，利息早都滚上天了。什么？农国商会？那现在要多少钱？现在的话，5亿。什么？这么多呀？哎呀，那老婆，你没事吧？但是龙国商会北海分会的会长是我的一个兄弟，我让他帮帮忙，他也不是不肯听。但是呀，这个忙可不是白帮的。你不是想要清福吗？这样，我们把他送给你。我现在就去叫他下来。好啊，那你就让他脱光衣服，然后跪在我面前。那5亿就少了一半。天竺，妈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去梁家，现在就去。那你扒我衣服干嘛？让你脱你就脱，你废什么话呀？你们到底干什么？送你去梁家，狄震。但是我已经结婚了。又拿那个废物出来说事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修罗门宗主的。我想应该就是被包养的一条舔狗吧。不过据我了解，修罗门宗主现在已经离开北海市了，我看谁还来怎么照他。我劝你还是自己扒光了，别逼我血洒你们林家。你别太过分了。啊，这不就对了吗？我今天就要当着你们林家人的面，好好的把你给办了。你这条丧家犬，看来上次饶过你就是个错。还在这嘴硬，你老婆马上就扒光衣服站在我面前了，你小子真是失败呀。上次被你狐假虎威给撞到了，这次贵人不在，怎么变得这么温顺了？我看你还不就是个窝囊废吗？放心，钱我给你的。哟，你个穷小子，会点拳脚功夫就算了，还在那说大话，你哪来的5亿？就是呀，履行了婚约可以再离嘛。如果我们林家出了什么差池，小子，这宗罪你可担不起。梁老子，你是姐姐。你想干什么？5亿嘛，照还。顺便议个价，收购你们梁家的资产。我看你是疯了吧？你老婆马上就被扒光抢走了，你还在这做梦呢？你是该醒醒了吧？我让你报你就报。好，那我就报给你个狗听，20亿。快点，你确定？就这么点儿？银行卡转兑30亿。30亿？什么？30亿？30亿？哎呀，好女婿，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呀？怎么样，钱不够？啊，够了！你还他5亿，如果你想收购梁家，那就是25亿，还剩了5亿。好女婿，你能不能赞助我们林家呢？赞助啊？啊，我把钱给我老婆，给你们林家。哎呀，子潇，以前是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对。那个5亿没有吗？那1亿给我们林家做彩礼，这不算过分吧？哎，我说老太婆呀，别被这个江湖骗子给耍了。我看他就这一副穷酸样，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区区几十个亿，对龙国商会来说，一天的零花钱都不够。龙国商会？当然，这30亿只是我给师弟你的定金，等治好我妹妹的病，我再往后面加更多。300亿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龙国商会会长。20亿，龙国商会会长，20亿，不可能，龙国商会会长，你这个窝囊废，怎么可能会是会长的师弟？这是
这是副会长的令牌，师弟，你拿着吧。嗯、啊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龙国商会的副会长。不可能！哎，师姐，那这渣子嘴里说的这个北海分会欠的5亿，我可以以礼勾销啊。哦，对，我忘了告知副会长了，我们龙国商会根本就没有在北海市开分会。啊？什么？你们小小北海市连个省城都算不上，根本就没有资格开分会。欠北海分会的5亿，原来是这小子撒的谎。我看呢、啊，哼，他就是被他哥哥压抑的太久了，想当大人物想疯了。本来上次见到这个臭小子，心里就一直挂念，想着今天把他抢走就行了。你们既然逼我，那你们今天谁也别想逃出这里。以后连龙国商会的人你现在都敢动了？来人，关门打狗。来人，关门打狗。然后就说是林家内讧，不小心杀害了副会长，这样完不完？哎，好女婿，梁会长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们林家虽然不大，但是从来没有背过骂名啊。这要是被冠上不伤龙国商会的名声，哎呀，那我们林家可承担不起呀、啊！这是我们死也不得安宁啊！梁哥，我跟你回娘家。这不就对了吗？只要晚上你把我伺候舒服，我可以饶着这个公司。回来。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。师傅们让我别过早暴露实力，看来今天是得破这个戒了。喂，爸。该外放。是。所有梁家的人听好了，把梁哥绑起来，然后通通给韩会长跪下。爸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没听懂啊？我告诉你，一个都别想看到明星的太阳。没听懂啊？我告诉你，一个都别想看到明星的太阳。韩会长，是我们梁家无礼，梁高已经被我们逐出林家，若有冒犯，请您一定宽恕。既然你们已经开除了他，那梁家的责任我也就不追究了。至于这个人，师弟，你看着办吧。叶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保证，我马上离开北海市，你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只是出北海？我滚出江陵省。我滚出龙国。说到做到。我发誓，我要是在龙国出现的话，我自己跳海喂鱼。行，我就冲你这份志气，今天我再饶你一次。滚！子乔，之前是我错怪你。行了，都过去了，我先去送二师姐。师弟，你都是副会长了，跟我回龙都吧。婚约是师父们定下的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了，就不能反悔。那你父母的事儿，你得小心追查。马家听说最近不太平。你有病吧？是你欠老子那么多钱，还想跑？哎，你干什么？刚好荒郊野外的没什么人，老子先收场一下。住手！是师弟。师姐，上车再说。走。怎么回事，师姐？我先前被人欺骗，签了公司，结果我不靠自己翻红，经纪公司却问我要违约金。多少啊？1亿。这么多？哎，怎么了，师姐？干嘛，师姐？哎，师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哎，你干嘛呀？听说你和二师姐和三师姐都已经联系上了，而且还成了龙国商会的副会长。
是。虽然我没有他们混得好，但是我呀，也算是咱们江宁省娱乐圈的当红花旦。不过这一个亿的现金嘛，确实是拿不出来。哎，师姐，一个亿嘛，小意思。当初在山上的时候，就已经看出来了，师弟你啊，是一个可以值得依靠的人，所以我一直都守身如玉，就是想把第一次留给你。哎，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现在不一样，我已经有老婆了。想得到我身子的人都可以排长队了，难道你对我就一点都不心动吗？不一样的，师姐，我跟那帮臭男人怎么能一样呢？你就这样，我现在就给你转一个亿，但是我还有点急事呢，你等我办完事儿，完事儿我一定回来找你。好，那就在酒店等着你。你要是敢放我鸽子的话，就别当我师弟。我一定回来，我保证。您是马叔叔吧？我是叶子潇，我爸叶公。以前呢，你们两个。真的是子超，哎，哎呀，都长这么大了，笑，我这一瞬间，我以为你爸来了，你快快快快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哎哎哎，进来，哎，哎，马叔，你的腿，哎，没事没事，好，不要脸的事情不方便说，老子替你说，刚才把罗美西那个臭婊子带走的，就是你爸，正是在下，好，待会儿找你算账。老董，要是再不给我一个解释的话，今天这场铁皮山腰干什么？又想乱来啊？你当谁呀？啊，处处跟我作对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子乔，算了，你惹不起他们的，惹不起。报个大名我听听。秦氏集团二当家的林坤，有事儿冲我来，别难为子乔。好啊，要么拿出五千万，要么。下辈子坐轮椅。我马家的收藏都给了你们秦氏，医馆也被你们砸了，我现在到哪儿去给你们弄这五千万呢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是谁呀？啊，处处给我作对。我他妈以为多大个事儿，不就是区区五千万吗？你小子装什么呀？啊，案子这样破烂，还有区区五千万，我看你500万都拿不出来吧。哎，你这就看错人了，我这人呢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有钱。即便你拿出五千万，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还有五千万解决不了的事呢？就这个庸医把我大哥给治傻了，你给我带那么钱，能换回我大哥吗？马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他大哥离开的时候还好好的，突然就发来消息说在家卧床不起了。我敢保证啊，我的治疗方案绝对没有问题。秦少爷，如果我能治好你大哥，你能否保证以后不再来找马大夫麻烦？你要是能治好的话，你阻拦我那两次我就不计较了，还有这个庸医我以后不放他。行，一言为定。子乔，你别淌这趟浑水，说不定是个陷阱。另外这秦氏您惹不起啊。没事，马叔，是人是鬼，我去看一眼便知。应该还有救，只要吃了这个，很快就能醒过来了。哼，行，表演结束了没有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表演？我再给你5秒钟，如果我哥还不醒的话，我就把你。还有这个臭婊子，搞得一块烧师弟。师姐。啊，还有这层关系啊。行，那我就开始数。5、4、3。行。2、1。把你的江湖骗子竟然敢骗到我们秦家头上来。老梁，你还是个处吧。啊，哎，旁边这个婊子是个新鲜货。烧之前让你爽一爽。真的。放肆。啊，大哥，你怎么。这小子不仅是我的救命恩人，
更是秦氏集团的救命恩人啊！你怎敢如此对待他的女人？今日你救了我，我拜你为大哥。拿着，今后秦氏集团的股份，一半都是你的。大哥，你怎么？闭嘴！我要不在，秦氏交到你手里，能活过今年年底吗？今天若不是他救了我，我不可能再把持集团。你背得起秦氏集团覆灭的罪名吗？大哥，我错了。跪下，叫大哥。大哥，还不快给嫂子松绑！今天多亏你们，刚有得罪，请多原谅。今后秦氏集团一定好好给大哥赚钱，弥补我们对你欠下的恩情。那我今天先提个条件，洛美熙的违约金一笔勾销。大哥，这样安排你还满意吗？哎，你干嘛呀，师姐？我这是公共场合。反正又没人，我已经等到了晚上了。哎呀，师姐，我跟你说了，我就不老婆了。他看不惯让他走啊，大不了我以后陪你过。哎呀，师姐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感情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急事儿。哎呀，我就耽误你十几分钟嘛。十几分钟也不行，我在调查我父母车祸的事儿。是二师姐那给的消息？嗯，我已经接触到马家了。现在就想去问清楚。那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好。嗯，又是你，没想到你们这对狗男女挺饥渴的呀！啊，刚一到停车场就忍不住了。不过你小子挺快啊，不到一分钟就完事儿了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哥的毒是我下的，没想到你居然把他救活了。我现在呢，上不了位了，这口气我不得不出。人是你，我哥中的是慢性毒，天下无人能解。本来呢，是想借你救治不力，从而埋了你，好让你身边这个臭婊子没有保护伞。没想到，却把他救活了。老苗，小子。把这男的给我搞定，女的你想怎么弄怎么弄啊！师姐，师姐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！新鲜货，哎，待会儿吃我剩下的，没意见吗？没有啊。哎，放开他！完了，哎。真香啊，就没有老女人的味吗？你怎么醒了？醒了？那可是醒了。没想到啊，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秦氏集团的老大。从今开始，被秦氏集团除名了，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种事。否则，人间蒸发！子潇啊，跟你媳妇儿真漂亮啊！不是，我说。那当然了。哎，我说，我今天来啊，主要想问一下我爸那个事儿。啊，你爸当年呢，被一个神秘的组织叫去看病，等到他回来的时候呢，身边就多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。再后来。他们就成了夫妻了，然后就有了我。那你母亲跟那个神秘的组织有关系吗？不知道，这他爸也从来没有说过他妈妈的这个来历。再后来呀、啊，你爸忽然有一天就把你抱到我这儿，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你爸。他们那个时候啊，遇到了暗算，我爸估计是预感到了有危险。所以才把我抱到您这儿。那个时候你刚刚一岁啊。哎，我们家旁边呢也突然就多了一些行为诡异的人。我担心你的安危啊，所以呢就把你送到了绝世谷奥那。那要这么说，线索应该在我母亲身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呀
是你爸当年留给我，收好了。喂，青竹，什么？你说清楚点。青竹，青竹，怎么了？师姐，动用你的关系，帮我查一个手机定位。妹妹，醒醒，醒醒！哥，是你下的药？对，是我。我不止欠了梁家的钱，赌场老吴那边我也欠了。你又想拿我去抵债？没办法呀，咱爸在咱林家呀，没剩什么东西，也没剩什么钱，也不肯把家族的位置让给我，那我只好。有什么用什么，老罗呀，老罗，今天晚上你就乖乖的给我肉偿把赌债还了吧。可我是叶子潇的老婆，这不是他还没带你走吗？再说我告诉你，那个东西我早看透了，以为自己认识谁的老大啊，在我们林家整天要饭啊，他其实就是几个女大佬一条狗玩去。你还对他不死心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先好好把你糟蹋一下。只有你对他死了心，这样才好。毕竟，谁会跟一个破鞋结婚？哥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只不过是我肉偿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别跟我谈生意。我告诉你，在我这儿，我这套根本就不吃。行。哥，哥。哎，毕竟是亲妹妹，还是不忍心看呀。看什么？是你？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管着吧。问问你清楚在哪儿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如果办了他，他都不死心，那我就把你埋了，让他在你的墓碑面前彻底沦丧。哎，这不是洛美心吗？是那个大明星吗？哎，美心美心，给我们签个名吧。哎，美心美心啊。给我们签个名吧。哦，好呀。想给你送走，没人。来了，住手！子潇，救我！小心！这不是大明星洛美心吗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哥呢？我派人把他送到该蹲的地方去了，以后林家不会再有人为难你了。真的是洛美希，我还以为是他们俩看错了呢。这也是我师姐。你到底有几个师姐？哎，也没几个。走吧，回家再说吧。啊？哎，那我呢？师姐，你也知道，我父母的事还没有调查清楚，其他师姐都不在北海这边，在这里我只能依靠你了。好吧。那你随时呼唤我，随叫随到。好，你几个师姐怎么都对你那么好啊？因为我长得帅呗。切！我妈的背景复杂，该从哪儿入手呢？算了，先给二师姐的妹妹看病吧。哼，是我的人，上次仗着修罗门给你惹的，狐假虎威了一回，没想到你不解气，纠缠我弟弟。是他来招惹我的，他被我打得他自讨苦吃啊！你知道我弟现在成什么样？什么？我疯了？他意识清醒的时候说，是你逼他的，是你让他无路可走，没法在龙国混下去，郁郁寡欢，最后救了。不是，那你也不看看他打算对林家、对我老婆做什么？活该！不管他活不活该，我弟现在成了这样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这两位。在龙国与修罗门齐名的黑虎王，我可是他们的白金会员，他们可是业绩排在最前的两位，我可是下了血本，今天休想活着离开。离婚法，知道黑虎权力，杀了他。住手！
你二又是谁啊？他二师姐。两个人一起给我宰了。您是代理董事长？代理董事长？去年你们黑虎行借了我们大笔，可是今年呢，连每个月的利息都还不上，所以你们黑虎行被我们龙国商会欺哄。是龙国商会的人？我是会长，子潇，顾伟。两位董事长好。还不快把解药拿来。这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认识这么多女大佬？副会长一定是骗人的。不要再演，你们两个可不会被他骗了呀。喂，我可是花了钱呢。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这张名片全国只有一张，不可能是假的。另外，你的白金会员从今天开始不取消了。师弟，没事。这个人该怎么处置？叶大人，我犯了两次错，我罪大恶极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饶了我吧。来，我就好好照顾你弟弟。谢董事长，谢韩董事。还得是我师姐，每次来都这么及时。你给我打电话，话都没说完就挂了，我当然知道你出事了。还是师姐懂我。不过我妹妹的病现在已经很严重了，师弟只能依靠你了。放心吧，一定解决。走。哎，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哟，我是韩小姐叫过来的。哪个医院？医院？我不是医生。不是医生，你来这干嘛？哎，韩小姐叫我过来给她妹妹把脉。把脉？看，病急乱投医了，别把脉了。通过我们专业的医疗评估，给她妹妹最后安宁是唯一的选择。这明明还有办法救，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？放弃治疗，再继续用药，那也是加大痛苦。哎，你一个外人，怎么能懂他姐妹俩的心情？哎，行，快，你。这是师弟，怎么样了？师弟，师姐，一直是这个人给妹妹治疗吗？对。我问你，你一直以来给她用的什么药？怎么，你怀疑我？我问你用的什么药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，除了装装样子、握握手腕、胡言乱语几句，你还懂什么？你用了气运散。什么？你怎么？气运散是一种慢性的毒药，毒性虽然不强，但在人体内慢慢积累就会致死。把气运散融合到西药里，跟你妹妹吃，是短时间内什么都看不出来，时间长了，量就引起致病，可不就变成现在这样了？林少，我这么相信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根本就不想让你妹妹彻底好起来。你怎么这么说我？证据呢？拿出证据来！用证据是？好啊。师姐，你把这些药加上水，放到微波炉里，加热到人体的温度。干什么？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操作？哎，你不是要证据吗？对不对？单什么单呢？怕了？韩小姐，给一杯水加热，这种下水生的事情交给我来做了。哎，怎么着？趁我们看不着的时候，把你的合成药片变成正常药片是吧？师姐，你去。这是？你的证据。你这个人渣，等着去坐牢吧你！师弟，哎，我求求你了，只有你能救我妹妹了。哎呀，师姐，你起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救完呀，你妹妹还是有救的啊！别慌。家里有银针吗？有，我去拿。
已经不多了时间，应该处理生命危险了。真的吗？妹妹，还活人吗？当然活着了。师弟，今天多亏了你救活我妹妹。哎，师姐，这不都是应该的吗？师姐，从今天起。 你做正会长，我做副，不然我没办法报答你对我的恩情。这也行，所以你还是放过我吧。放过你？你都到我家门口了，我还要放过你？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一个叔叔给我的，这是我八当年留下的，挺好看的，戴上试试。嗯。 师姐，这条手链不简单，快把它卸下来！师姐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我派人去查。好，就是见到了我的魂。好，终于被我们找到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师姐，今天这是有客人要来吗？对，为了庆祝我妹妹大病初愈。 今天特地叫了几个老熟人前来庆祝庆祝。老熟人？不会是三师姐？二师姐，你没趁着我不在对小师弟动手动脚吧？这也得分个先来后到吧。小师弟，你下山可是我第一个到的，你可别便宜了二师姐啊！没有没有，大家都一样嘛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 五师姐，五师妹，你着急什么？我们都还没开始呢，还有人吗？大师姐现在在边疆，不知道来不来得了。那四师妹呢？她现在身份特殊，不知道能不能来。四师姐也要来吗？你这么关心她？哎，我这不是下山后就没见过她吗？我来喽。 哎，四师姐，听说你现在成了天山的圣女，是，那是不是连出个门都得偷偷摸摸的呀？对啊，四师妹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少言寡语的。师弟，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呀？很好啊，下山以后多亏了各位师姐帮忙。那我可没怎么帮过你，这一杯啊，我敬你。 哎，四师妹，你酒量可不好啊，别喝醉了。不是，快不好意思。四师妹，这是拿酒壮胆啊？没办法，谁让她是圣女呢？哼。师姐，为了修成圣女，我都压抑20多年了，今天。 你就尽情让我释放一下吧。为了修成圣女，我都压抑20多年了。今天你就尽情让我释放一下。可是师姐，我现在已经不是。哎呀，师姐，你听我话说完啊。我才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呢。今天。 原来是梦啊！我怎么是这种人？师弟呢？有杀气，不行，我得赶紧找到师弟。 死吧！去死吧！你动不动了？该死！怎么了，师姐？说，为何要杀我？
要害我师弟。你到底是谁？师姐，我来对付他。师姐，你怎么了？刚当上圣女，法力我还控制不好。师姐，刚刚警卫说有可疑人员闯进来了。是，刚被四十九拿过来。有可疑人员闯进来了。是，刚被四十姐打跑。四师妹没事吧？没事，休息一会儿应该就好了。我要害死那个，应该是魔鬼。魔鬼？我派手下去打听他的来历，手下人写信给我说，你母亲应该和魔鬼有关。什么？魔鬼在20年前已入暗处，很有可能跟手链的仪式有关。据我推测，你母亲应该是魔鬼很重要的人，为了和你父亲私奔，才带走了你的手链。魔心竟然是魔国，曾经是这片大地上最令人胆寒的地下组织。20年前落魄后，龙国商会、黑虎堂、修罗门才慢慢起势。这条手链曾经是至尊宝物。至尊宝物？那我父母的死应该和这条手链有关。不就是一条破手链吗？给他们就是了，为什么要害死我父母啊？你父母就是发现你身上有独特的气质，戴上这条手链就会有能量波，所以才特意把你送到马东那儿的。是啊。听说最近魔国与复苏之士正在与天山进行对抗。可是四师姐刚当上圣女，不一定是魔国的对手啊。没关系，到时候龙国商会、修罗门都会助天山一臂之力，师弟你就放心吧啊。今晚你先送四师妹回去，毕竟她是圣女，天山不能没有她。师姐，离天山还远着呢，要不咱们就近找个酒店先休息吧。好呀，开一间房。嗯，好。啊，一间。一张床。这个。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愿意，愿意。哎，咱们出发。哎，等等，有异样。青竹，他旁边那个人是谁啊？我能听到他们说话。男人是魔国国师。魔国？青竹是他亲生女儿。什么？你是说青竹是魔国国师的女儿？当年魔国没落，国师为了让青竹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把她寄养到林家。没想到林家一直不温不火的，但是现在手链的下落已经找到了，魔国即将崛起。所以他才打算把青竹重新接回魔国。但是如今现在手链的下落已经找到了，魔国已经开始崛起，所以国师决定让青竹重新回归魔国。哎，咱们跟上去。师姐，你下去吧，我一个人去就行。不行，我都没有帮你多少，我不可能被师妹们比下去。走。青竹，哟，这可不，放开我老婆！放怎么可以？用什么样来换？果然，我的女儿在你心目中基本都是。所以，像你们这些穷屌丝。什么权力、财力、势力，都比女人重要。你根本就不在乎你老婆的死活。你个废物，注定是输家。现在看你选哪样。放开他！我是你的老丈人，怎么可能听你？
大哥，你在想我敢不敢杀了李大师？啊？青竹，忘了告诉你一件事，青竹现在已经不是你了。等等，老婆，你是干什么呢？别叫我，你说什么？从哪来的狗回哪去。青竹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虽然说他是你父亲，但他也是亡魂国师，而且杀了我父母，实在是想东山再起，让黑暗再次笼罩这片大地啊！我只认识他，我的亲生父亲，其他人我一个人不认识，我已不在乎。再上青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告诉你吧，青竹的记忆已经被我吸取。什么婚约，什么证，什么领奖，就通通的不行。他就是我的一个工具，是吗？金主，对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老婆，你清醒一点。我说了，不是你老婆，我是你老公啊。青竹，师姐，他，天山圣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我师弟。他是你家的，怎么可能是你的师弟？圣女，跟你们拼了！师姐，你还挺住啊。师弟，有你在，我都挺得住。有我在。师弟，我需要你，我冲。这时候不好。师姐就不重要了。不是，肯定很重要呀。那你还说什么？哎。师姐，不是这样的。二师姐，师姐，你又坏我好事。解决了魔国，手链你可以拿走了。哎，这手链有什么关系？把手链给师妹戴上，这样能使她精力大增，就不会体力不支了。师姐，不行，那个手链可是师弟他父母留给他的，我怎么能拿？师姐，要不还是。回避一下吧。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。师弟啊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唤醒青竹的记忆。这事儿你得回趟龙都。龙都？大师姐那儿？大师姐现在身处林家，可是整个龙都最大的家族。大师姐虽是护国府同龄，但是平日里不能暴露。而且现在也没办法继承了，而且最近听说林家老爷子身体不太好，想要把大权交出，你得帮助大师姐的弟弟，顺利拿下，好吧？帮助大师姐的弟弟，顺利继承。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喽。林家最近要变天，龙都的各大家族都暗流涌动，而且林家家主鬼剑武器，这个宝剑可以帮助青竹化解机密。师姐，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我能帮助大师姐的弟弟顺利继承家位，那件宝器就可以唤醒他了。青竹，大师来了，我一定会帮你唤醒记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王总看上你了。看上我？看上我就这态度？我们王总喜欢直接的，你看从还是不从？我走，
龙都人都这么办事吗？就王家。王家，我记住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李家女儿李希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还有急事儿，有缘再见吧。哎，等等，你至少要告诉我你的名字吧。我是北海来的小人物，你叫我小叶吧。小叶。哎，干嘛呢？吃饭。吃饭？你穿成这样不能进来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这里有规定，就餐呀必须要穿正装。我就吃个饭还要穿西服打领带吗？我们这里可是高档餐厅，不是你这种乡巴佬能进来的。快走吧走吧走吧。哎，梁总，你总算来了。梁总，您上次不是说卡里钱不多了，要再充些吗？那充吗？嗯，还充三十万？三十万？怎么，嫌少？我哪能嫌您充的少呀？我就是觉得您太大方了，您快里边请。不是，他怎么穿个汗衫就进去了？我为什么不行？你这乞丐怎么问得出这种话的？你充得起卡吗？你拿得出三十万吃饭吗？你也不看看人家是谁？他谁啊？林家大少爷。林家大少爷，你是名人？你认识我？我是你姐的师弟啊。哦，叶哥，我姐和我说了，她说呀要把你带来给我见见。走吧，咱们一起上去。嗯。哎，梁总，你没搞错吧？龙国商会至尊卡。哎，老弟，你刚才说充三十万是吧？啊，要不我充两倍，六十万。老板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抬举，请您原谅我。走吧，叶哥。叶哥，坐这里。哎，行啊。叶哥，我姐呢？她刚说呀，去给你弄蛋糕去了。蛋糕？大中午的吃什么蛋糕？就算我今天过生日，那也应该晚上吃才对。哼，我看呀，是我姐嘴馋了。感觉你好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叶哥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其实我对什么家族恩怨、投资并购、事业人生一点都不感兴趣。其实我是个宅男。没想到林家少爷是这么样。喂，你长不长眼？想打我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哟，别以为你跟我一样能在这样高档的餐厅吃饭，你就有底气在这给我装。因为你呀，肯定是别人带进来的。就你这穷酸样，哪有钱来这种地方吃饭？还装的人是你吧？你怎么了，老婆？老公，他凶我。哪来的过街老鼠，敢在我王家面前造次？王家？你是王家的人？你知道的还不跪下求饶？让我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动我的人。这不是林家大小姐吗？您怎么在这儿？林家大小姐，是你们王家最近在聊合作的那个林家？对。林小姐，您刚说他是你的人？怎么，有问题吗？没有没有。喂，你怎么就怂了？走吧走吧，赶紧结账。这王家二少爷怎么不像传闻中的那般英气？怎么，女朋友被人欺负了，撒开腿就跑？我是真的有急事儿，我大哥叫我跟他去聊一个大客户。你大哥聊客户会喊上你？他来我们林家可从来都是一个人。这我看他呀，就是欺软怕硬呗，不学无术，却会仗着自己的身份到处耀武扬威，其实就是懦夫一个。你说什么？敢碰他一下试试？哎，来来来，打呀！不知道你这个土鳖是怎么攀上林家，但今天的事儿，咱没完。我们走，走呀！哎呀，慢走啊！韩世妹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，所以我很不满意。啊，不满意？师姐，怎么了？你在北海都快被那几个师妹吃光了，
要不是有求于我，我看你也不会想到来找我吧。哎呀，大师姐，我这不刚下山吗？还没来得及是。你们怎么一个个的都……我就说吧，他们怎么会放过你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但你是为了其他的女人，也不是为了我。我老婆和你们林家的事儿，我一起解决。林家有什么事？你爸要交权，你觉得你弟弟接得过来吗？就这样，做你的女人，你做我男人，我来接。啊，我考虑考虑。敢不同意，然后我你也不。就因为我不是林家，不是林家，就只能看他们的脸色吃，所以这帮小人才敢对我们说不。你看我这条，对付他们不用，你有更好的招。这种一步到位的招式，我本来一直都不想用，但现在。干什么你们？老婆，我准备送给谁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说。林家大小姐，至今单身嘛？好歹我也是集团老总的儿子。想着什么？就想着跟林飞大小姐接近。你干什么？这很贵的。再冲我吼一句试试。哥，我错了。就凭你，还想追林飞，过得了王家这一关吗？什么？你们是王家的人？看好了，我可是王家的掌权人，王松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滚！王松，你怎么来了？您这次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我们王家最近的日子啊，不太好过呀。你不是最近在跟我爸聊合作吗？他呀，还是对李家心心念念的，有点瞧不上我们王家。所以你这次来找我是想……想干嘛？我想要你做我的老婆。做你老婆？你做梦！做梦！你们这种年纪的女孩，不都是喜欢霸道类型的吗？哎呦，短剧看多了吧你？领导，我要不要回避一下？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看到的吗？堂堂林家大小姐，居然对一个土包子下属这么卑微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还有个弟弟，好像是个宅男。你们林家呀，真的需要一个有气场、有能力的人来帮你们镇住场子。我觉得不需要。你说什么？林飞他自己就可以，要什么男人来镇场？我就说嘛，哎，嘴真甜呀。哎，这么匹配的，说，到底是谁包养的你？是我。林小姐，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。我没开玩笑。哎，那你既然连这种垃圾都能看得上，那你来看看我。王家在我的带领下强势崛起，论能力、气场、气质，
还有床技，他哪一点弱？你是要我也包养你吗？我要你做我老婆。做你老婆，你算哪根葱？我要你做我老婆。做你老婆，算哪根葱？你说什么？我算是见识到王家的理解。上门直接舔。你小子又说什么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吧？这是林家的公司，你要是不想谈正事儿，赶紧滚。哎呦，还有点本事，一个男丑都敢在集团对我发号施令，你们林家是真的堕落。啊！你够！你要是真有那本事，去把我爸搞定，我就认你有资格追我。只是有资格追你，林大小姐，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不是在跟我爸聊合作，在这跟我杠？你看看我爸是听我的，听你？你竟敢威胁我！行，我们走着瞧。你们想干嘛？这里可是林家的停车场，我可不敢在你的地盘对你怎么样。不过嘛，你要是不想这小子受苦的话，就跟我走着。王松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们林家对我爱搭不理的，我已经不耐烦了。只要你跟我走一趟，等你们林家和我们王家的合同签订，我就放你回来。还真如子萧所料，你就干不出什么漂亮事儿。不管怎么做，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已。走到这一步，也是你爸逼我的。那要是我现在就喊人呢？哟，哎，瞧你这表情，挺爱信你这男子，也不知道这个废物呀，哪点吸引你？啊！啊！林小姐。你再不跟我走，这小子就要被打死。来，你也劝劝你家女老板。女老板，救我！她不是叶子萧。你怎么知道她不是？因为子萧从来不会叫我女老板。不叫女老板，那叫什么？叫师姐啊，笨蛋。师姐？这回信了吧？既然如此，软的不行，那就来硬的，我上！这不可能！哥，你看，今天你也没受伤，这样，你就放过我吧。你是跪的比你弟还快。哎呀，我以后啊，我保证绝对不再招惹林家，我说话绝对算话。行，那这一次就放过你。不过你记住了，如果再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别怪我手下无情。是，滚蛋。老弟，哎，干什么去啊？急匆匆的。我姐没跟你说发生什么事了吧？什么事啊？哎，你等等我。妈，你说什么？爸他已经……爸他怎么样？妈说，已经拉去殡仪馆了。什么？我都没有和爸说最后一句话，他怎么就……不是师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就是北海来的师弟？是啊。就是你，就是你害死了老爷。我害死林老爷？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早上我和你爸聊天，你爸就说到了这个师弟，他说一个乡下来的土鳖，你不但带到家里来，还有和他发生不良关系，
说着说着，他就口吐鲜血，然后就捂着自己的胸口，一直说痛，一直说痛，然后就，你说，是不是你害的？我怎么可能会跟我有关系？我什么都没做呀！就是因为你，是你害死了林老爷。这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我没办法原谅你。现在圈子里面已经传开了，说林家女儿与师弟纠缠不清，扰乱纲常，林家家主气得吐血身亡，让他滚！妈，这事儿不怪他，不怪他。外面现在已经传成这个样子了，事实到底是怎样根本不重要。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师姐，你别为难了，我走。师弟，真是让人感动呀。王松，你怎么来？我只是听说林家出了事儿，就过来探访探访。不过呀，这刚一来就有了新的见闻，你就是害死林老爷的家伙。放屁！不过呀，这事儿我得感谢您，林老爷子看不上我们王家。不过林太太啊，好像对和我们王家的合作比较感兴趣，是吧，林太太？我电话里面给你说的那些事儿，你可千万不要不当真呀。你儿子和你要想好好的活下去，就得乖乖的听我的话。谁允许你碰我妈的？你爸都死了，还那么计较的干嘛？你，哎，行，哈哈，不动，行，哈哈哈哈，只要生意做起来，你们林家迟早是我的。你他妈是谁？为什么敢在我家说这种话哟？哼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林少爷你居然开始说话了呀。你不要。妈，你怎么？林太太做得好，只要你拦着，我看谁敢乱说话。妈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是我对不起你们，对不起我们。能攀上林老爷的女人，能不是食物吗？你作为他的女儿啊，是不是也应该学学？加入我王家，荣华富贵啊，少不了。嘿，我本就在林家，需要什么荣华富贵？林飞，如果你不跟着王松，你就离开林家吧。你，还是妈妈说话好使啊。王松，不是说过不会再出现在我们面前吗？不是刚才也说了，我只是路过。你会为此付出代价。师姐，这个林家不待见吧？等等。但是王松，记住，这事没完。我等着你啊。师弟，你是怎么认识李家人的？啊，正巧救过他们家大小姐。是你，林小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进门再说吧。叶子潇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没想到王松下手这么快，还人很多。那林太太她估计是受到了王松的死亡威胁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？我知道从哪入手了。你不会是想喊上护国府十万大军铲平老家吧？用不着这么大费周折，我们从李家入手。我们家？李老爷早早去世，家里一直是你妈妈在掌权，后来你妈妈得了怪病，你哥李尚才上了位。师姐，你的意思是李欣妈妈的病也跟王松有关？他知道李尚没这个能力把持李家，只要李家衰落，他再把林家搞定，就能一跃成为人上人。估计是被王松下了慢性毒药。李欣，把血样给我，我找人去调查。嗯。但在那之前，
光让王松认罪可不够，我们得先光明正大的从他手里把林家抢回来。林小姐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哥，你知道最近林家发生的事儿？林家？王松害死了林老爷，然后还威胁林太太要把林家交到他手上，还把林飞赶出了林氏。你说什么？林老爷被王松害死了？等等，对，你们怎么知道是王松害死了林老爷？我们现在也还没证据。刚才王松偷偷跟我说，人都已经火化了，我们不可能拿他有什么办法，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他干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你妈的病很有。闭嘴！简直都是一派胡言，这完全都是你们的猜测吧？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？他是我师弟。这个窝囊废居然是您师弟、啊、哥，现在能帮他们家的只有我们李家了。他们被林家赶出来那是林家的事情，跟我们李家有什么关系？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。妈，您不好好躺着，您出来做什么？你快继续躺着。我就是去了一趟王家才得了这病。嗯，果然。林家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现在林家被王松控制。但我们李家。妈。我们现在正面与林家斗，恐怕。听说林家最近在和国际投资机构天龙在谈合作，如果他们真的谈拢了，那我们更撼动不了林家的地位了。天龙，他们的总经理我好像认识。有机会了。有机会？只要我们比王松快，就有机会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抢在林家之前先把投资谈好？对，但投资的对象不再是林家，而是这儿，李家。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但是我现在不确认一下。听说你被林家赶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流言蜚语，不能信。你说让我们天龙把资金投给李家，是因为林家现在没有当主，这个道理说得通。但是我觉得你是李家派来的间谍。不是的，吴总，您误会了。我爸刚出事儿，林家现在局势不稳，还是李家更稳妥。所以，这样来说对您有什么好处？我就是怕别因为林家让你们的第一笔投资泡汤了，这以后林家的脸还往哪搁呀？所以，把风险归避到李家去，是吗？不不。吴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怕资金风险落到我们头上，我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只是对现在的林家没有信心。哦，敢这么说林家，那说明林家的问题挺大的。但我也告诉你，我们天龙的这次投资只是试水，亏了，无所谓。真的？所以投资林家还是李家我们无所谓，重要的是我更愿意相信谁。当我的情妇，我就按你说的做。这不好吧？那我们还是按照计划给林家投资咯。行了，我等不及了，答应还是不答应？不答应。不答应，因为我就是林家派来的。你是林家派来的？你是来打探虚实的？没想到你们天龙并不是看上我们林家的实力，这让我们很失望。好一手欲擒故纵，故意让我们去投李家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林家不屑你们这点钱，你们爱投哪儿投哪儿去。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，我现在就去联系李家。你赶紧。
但听说李家最近手头挺紧啊，我们这投资前期是需要垫一些钱的。多少？30个亿。30个亿？这么多？李家的情况你现在不了解吧？他们现在能拿出这么多钱吗？这事儿就不用您操心了。你是谁？我是林飞的师弟。哦，就是害死林老爷的那个乡巴佬吧？我这卡里有30个亿，你去借给李家，利息我们对半分，如何？好啊。想赚钱，那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得，既然你不愿意付出，那林家投资没了，李家我自己去联系，利息我自己赚。不用了，李家不会缺这个钱，因为我给他们垫资。就你拿得出30个亿给他们垫？吴国商贸，你是他们会长？不可能，韩爽会长不可能把吴国商贸交给你这样的人。不好意思，他也是我师姐。今天天龙的总经理来，能搞一点？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放心吧，今天一定能拿下天龙。喂，王总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说。等跟天龙谈妥了，能不能让林飞回到林家？他回不回来又有什么关系？来了。林飞，怎么是你？妈，这林家我能进去吗？妈，你怎么就这么听他的话？怕呗。你说我怕？你知道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？啊，我知道，是我害死了林老爷。不止如此，我们林家原本好好的，但自从你来了龙都，就沦落到被一个小小的王家欺负，都是因为你这个灾星。灾星？这一切的原因是个人就能看得明白，你们被他吓住了。你们来干嘛？没干嘛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改天吧。不会是你的王大人在里边吧？我今天有重要的事情，你们先回吧。我没地方去。那你也给我滚开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哟，这不是那个杀人犯师弟和那个乱伦师姐吗？怎么想家了？你果然在这儿。燕慧玲没有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林家有大人物要招待吗？你们这种喽啰该滚哪儿去？我哪儿去？大人物？你说的是天龙的人吧？他们今天啊不会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他们不会再给林家投资了。哼，胡言乱语。叶慧玲，有这事吗？不可能，我昨天下午刚跟他们吴经理去对过投资的相关事宜。你看，叶子香，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，但你现在除了耍嘴皮上的功夫，你还能干什么？现在我没空搭理你。你们要是不走的话，我就叫人请你们走。看来还是来早了，我得拖一下时间。松哥，其实我今天是来找您道歉认错的。哦，还有这种事儿？还可不是嘛！我一开始就是贪图我师姐的美色，我这才来龙都的。我没想要来林家给您添乱，实在是。啊，您既然知道错了，哎，那这样，今晚就把林飞送到我的床上。啊？哎，松哥，其实我原来也这么想的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师姐怀了我的孩子。啊，不是，松哥，你听我说呀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那天晚上我实在冲动，我师姐长得又好看，你说。你这个臭流氓，快点好死！小子。你既然都知道错，那道歉有用吗？啊！坏了我龙都霸主的好事，
给我打断，把他推。是，这里是林家，我看谁敢动粗。林家，你是林家的人？敢动我师姐？我告诉你，天龙的人今天就不会来。打电话。啊，吴总，你们今天什么时候来呢？啊？什么？不来了？为什么呀？我们昨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啊？林家不符合你们的投资标准？不可能，除了林家还能有？喂？挂了。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做手脚？不需要。林家都成这样了，你觉得天龙会投吗？行，天龙不投，林家还是第一。你们两个永远都别想踏进林家一步。林小姐，何东江，这是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李家和天龙的投资协议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林家的堕落由你而起，趁你现在还能在这活蹦乱跳，是时候做个终结了。什么意思？爸的死是不是你造成的？爸，你爸是得心脏病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一直都在让他同意林家与王家的合作，他到最后都没有点头，看来他看的没错。这不是你们的猜测，没有证据，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妈当年就是去了你们王家之后回来大病不起，是不是也是你下的毒？我都说了，这都是你们的猜测，我可没时间跟你们在这儿理论。反正没有证据，我照样可以在林家呼风唤雨。还呼风唤雨？你这个废物，不会再出现在我们面前了。阿姨，血样检测结果出来了。我的血液里却有一种长期挥发的慢性肿瘤，生产商就是王家。事已至此，我只能把你们全部都埋了。师姐，你要来真的？师弟，我累了，不想陪他玩。护国府统领阴界，林飞，原来你是。老宋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呀？送我进去，快送我进去！我可不想被护国府抓走。师姐原来还不想暴露身份，是想给你点机会。你呢？没想到被人拆穿了，还蛮混不错。也不能怪他没有耐心了，你自己交代罪行吧。不要，叶哥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哎，我过去了。姐，这林家家主的位子啊，还是你来吧。但你应该也听说了，我是护国府统领，没法两头兼顾。除非什么？护国府就交给师弟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姐，我要是接了，那我不得常驻龙都？事儿下面都有人帮你去做，你只需要每个月来龙都几天就够了，顺便陪我。可是师姐，可是什么？你来龙都不就是为了这个？这是韩爽师姐说的，你父亲手里的那个宝物，想要吗？想要的话。来，从今天起，大统领是大统领，现在被我压在身下，还成了我的猎物。师姐，师弟，你干嘛？我老婆青竹现在还失着忆呢。好嘛，那你先回去把你的事情处理好，免得有心事冻得不利索。反正你每个月都要来几天。挡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哎，师姐，这一阵子谢谢你照顾。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，我原本大统领的身份本就行事不便，还好有你在。
那合作愉快。以后合作会更愉快，等你哦。好吧。二师姐，二师姐，青竹，你们在吗？二师姐，魔国师是你，你还活着？一个出生的生物，怎么可能有能量置我于死？青竹呢？她呀，她是我的女儿，我能把她怎么？至于你的二师姐嘛，那就……昨晚输了吗？放心吧，够你们哥几个玩爽翻了天。妈的，你在哪儿？别着急，我们马上就会见面的。我他妈问你在哪儿？刘家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很好奇嘛，现在北海市都在魔都的控制之下，你们都成了他的走狗。拉出来！师姐，这个贱人之前不是很牛吗？怎么九龙门被魔鬼灭了，照样给我胯下之辱？动一下试一下，不想活了是吧？动一下，来动！不想当你的面把它扒光了，给我跪下！师姐，你快跑！听见没？你师姐都知道你是丧家犬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。昨晚玩得很爽吧？需不需要叫你师弟也感受一下你的骚浪贱？给你脸是吧？给我扒了！慢着！怎么？你现在给我狠劲儿，去哪了？哎，天三，你已经不是魔都对手了。还有，你那怎么师姐，听说已经精力耗尽，告别人世了。另外，每天还要找男宠，五斤续命呢。哎呦，看我干嘛？怎么，吃醋了？哎，我忘记了。你也是他男宠，对吧？毕竟你是一条狗嘛。海燕，把他绑了，带给国师领赏钱去。牛家主，怎么还有事吗？我有个请求。说吧，什么请求？我想再见一面我五师姐。五师姐？就那个女星？女明星对吧？死人头了，还能爽一下？你这个人啊！太庸俗了。不过我这帮兄弟们也想目睹一下他的风采。好，我给你半个小时。师弟，哟，大明星啊，欢迎欢迎。没人跟你说北海的近况吗？我没有其他几位师姐那边实力，所以你找我来，恐怕我也……师姐还没完呢。还没完？你不是一直朝我身上吗？搞了半天，还不是死之前想再体验一下？哎，继续，继续。你说这个？来，把手给我。师弟，你哪来的？师弟，你这……我做点事儿。哎呦，这个娱乐圈的女啊，果然是大老顽固，当着我这么多人面也下去手啊，够开放。不、哦，结束了，果然是个狗，这快枪手，非你莫属。好了，爽也爽过了，走吧，该去领我们赏钱了吧。林姐，你发什么愁呢？江陵省最近不太平，
是呀，魔国荡平众势力已经将魔爪伸向其他城市。师弟师妹现在都在北海，所以我很担心。子萧哥哥不是刚回去吗？没给你消息，联系不上他了，所以非常担心他。大师姐，五师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好了，二师姐跟四师姐他们俩都被魔国给控制了。你说什么？师弟他，师弟他怎么了？咱们再不去救他，他可能就……不过我刚才从他的内裤里……老婆，他给了我这个。他知道只有我们能救他。不是，你要找的人是我，跟我师姐们无关，你把他们放好。首先呢，这件事情跟他们每一个人。其次，放不放我说了不算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那几个师姐又美貌又有能力，这身材是每个人心目中最理想的吧？我想放，这底下的人可舍不得呀。人渣。我人渣，你个废物！要不是靠你几个师姐撑腰走到今天，软饭吃多了，理所当然了是吧？够！只要我们魔国攻破了天山，你的圣女师姐也逃不过我的手掌心。哈哈哈哈！对了，那个尤物可是个魔女，玩过没？没玩过，没玩过。好，到时候。你想不不，国师想，我们奉承就行。过分过分！你都是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有心情去管你那群师姐吗？啊！老婆，爸，这个人是谁？他就是个骗子。骗子，他骗了你的婚姻，还想骗你的身子。要不是我及时阻挡，我的乖女儿就被这个狗东西给糟蹋了。他就是你的仇人，结束他。爸，他真的是个骗子吗？那是你爸爸，我的话你都不信吗？爸，在我看他感觉不像坏人。你看这个废物为什么是混世？因为他什么都不会，卖乖的在。别被他的外表给欺骗了，早点结束他也是出了一个祸害，免得更多的姑娘被他误。那骗了人也没必要。清楚，你相信我，不然的话，你会后悔的。青竹，你听我说，就算他是你父亲，他也只是想利用你而已。他就是一个恶人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，不配做你父亲。青竹，你到底听不听我的？你要是再不动手的话，起来！青竹。我认识他。你说什么？他不是你嘴里说的那种人。我就想起来了。但我的心告诉我，你不是骗子，我相信你。想干什么？老婆，还没有看错。来，这是大师姐给的戒指，它能够唤醒你的记忆，你戴上看看。叶子香，你老实交代，你到底有几个师姐？啊，没了。子萧说的对，你根本不配做我的父亲。这个不像你！你以为我为什么会主动就范？擒贼先擒王嘛，
顺便还能抢劫走。原来都是你一手策划好的。不然你以为你是怎么把我绑住的？我可是绝世武奥的关门弟子啊。那你怎么能？现在整个镇里都是我的，就凭你一个人，什么都好。师弟，这次你又把我当后手了。师弟，这次你又把我当后手了。你什么贱人？就这么大摇大摆走进来的，谁敢拦？你是护国府统领。本来我都已经卸任了，让我师弟来当，但他为了玩一出直捣黄龙，非要叫我来给他托底。毕竟是我当师弟。李家叔，放弃吧，这里已经被护国府包围了。不可能！我的事业才刚刚起，这是你们护国府的计啊！因为你惹到我不该惹的人，还有对我其他师弟做的事，可饶恕？师弟，这个交给你了。师姐，我还得去照顾其他师弟。护国府，你就先照料。行，替我照顾好其他师弟。好。好好过日子吧，小两口。